第38题，微微研究马达和发电机，发现两者皆应用了电流和磁场交互作用的原理。下列为他对发电机和马达的叙述：甲，发电机是将电能转成力学能，马达是将力学能转成电能。乙，发电机是将力学能转成电能，马达是将电能转成力学能。丙，马达运用电流磁效应原理，发电机运用电磁感应原理。丁，马达运用电磁感应原理，发电机运用电流磁效应原理，上述哪两项正确？我们晓得发电机最后是产生电，所以它是将力学能转成电能，而马达是通电之后会动，所以它是电能转成力学能，所以我们的选项乙是对的。那么同时呢，马达是有电通电之后有电流磁效应，因此产生电磁交互作用，而我们的发电机是要利用电磁感应来产生电流，所以叙述丙呢也是对的，所以正确叙述是乙跟丙，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上述哪两项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乙丙。